本所同仁于日前啊，执行巡逻勤务时，因苏姓男子骑乘普通机车啊，未扣上安全帽带啊，而将其拦停。查证时发现苏男无照驾驶啊，且非车主本人。复又发现苏男自行打开受检的随身车背包，有一支注射针筒及绿色方形塑胶盒，但拒不愿供员警查看啊，仅不断解释里面是烟品而已。苏男与同仁返回本所途中，因心虚而趁隙将背包内的绿色方形塑胶盒丢弃路边，被后方骑车同仁发现。苏然见事迹败露，时坦承绿色方形塑胶盒为其所有，且内有四包低级毒品海洛因。本案警询后，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罪，已请新北地检署侦办。本分局在此呼吁私用贩卖毒品害人害己，且影响社会治安甚巨，尤其私用毒品后驾车，更危及他人生命身体安全。本分局将持续积极查缉，断根溯源，展现警察对维护治安、扫荡毒品的决心。